走阶梯啊，走阶梯。大势至菩萨在大陆的几乎没有人听闻，普通的信众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在日本是比较有人知道，因为大势至出门的时候十方土地为之震动，比如说菩萨一出门就要搞地震啊，所以日本人就比较了解他，其实比较大啊。我们上来看一下，从后面继续用小腿好了。谁能够不要梦想着长发，珍惜为我的在是大陆国家动漫时期的只留下了一个碑座，那个座是原来的碑座，是康熙年间的石碑，是95年一个土地的石碑，是武将他那一个最初叫丹崖圣迹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看到一个著名的人物啊，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所提的丹崖。这一生嘛，是不是？要拍米丢了。世界500强嘛。有。听过在昨日离别的码头，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，人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，年少痴狂有时难以挽秋风，经过你快乐时少